这个是我们邻村的一位特别厉害的人在自己老家修的房子，人家平时在外地。这个房子修建呢，就是我们十里八村都找不到这么一家这样修的这么好的房子。咱们今天找到这位大叔，说是人家本来就是这个村子里面的人，就是属于房主特别信任的人，然后在这里招呼着这个房子的修建。今天让这位大叔带咱们去参观一下，带一下参观好吧。人家这一村人很威武霸气啊，我家和现在也和你我村人可好，花这没楼给我花的钱几十万就够像普通人盖一套房子，盖一座房子，也就是几十万就光够修园门楼。这个是头雕刻是什么？雕刻的。嗯，这个雕刻是什么主体呢？呀，这个我都不看得清楚。这石墙不看，这沙湖石墙了。嗯。小伙伴们看到里面没有？里面有四个大字天道酬勤。我发现很多的做生意的比较厉害的人都比较喜欢这四个字。反正墙很高啊，说起来农村城市化，城市人都说不上农村这个房子。这倒是，这是这的小伙伴们都是土色化板，土色化，哎，全部都环保板。哦，环保板不是瓷板。嗯，这样很便宜，一平方20块钱。哦，还特别便宜，还特别便宜，还好，还美观，还环保。嗯，用的材料都环保型。哦，这栋房用的材料能是环保，都是用环保。现在用环保的，也不都是电梯井吗？哦，看哈，这里是一个电梯井哦，电梯井。这个房子一共有几层？一共3层，连地下室包括一个3层，还有一个个人。算哈就4层啊。哎，也是小楼。哦，好，地下室。我干了很多，这个武器都是共同发出啊，李家边住家就是都农村老百姓，我就是干了这个就是厂部那个啊，好吃的现在化肥不见，那现在这肥不见的，这下水都通过这机子肥肥接往上排。我要知道，我这还可以好舌头排啊。嗯，上面卖呀，这是自动化的废水机，河边提出来这个水，就是这个废水机了，这边上面就可以。哦，看，这就是我们山西的现在农村的房子，这边就可以看到玉米地了。很美啊！这是个前景的。哦。上面吊着这上面吊着就是它这个那个后背如何这个不离的瓦。再过3、5天就过来。这个就是，这是个地下室那个通风口。哦。那就是自动门。这个是地下室的，然后这里也有一个，不过这个还没有运作。照样可以。哦。你看，咱这就是这些，这个干锅店都是放不少。哦。这边还有房间、卫生间，然后这里是这里还是一个卧室。
这里也是一个卧室。卧室，太爽了。现在咱们去阁楼。家园非常哦。哦，这里有一个加压棒。这个一共哈了，光讲这主题啊，就是这些，花这些。300万。哦哟。哦，连装修还计划要花这些。这就是它地上的代表啊，可能就是它运城地方，运城都是能够数一数二吧。在运城的楼梯楼上，这套房子是很少的。嗯，啊，谢谢叔啊。好好好好。小伙伴们，我真的发现有钱太好了，你可以实现你所有的理想。哎呀，听到我的嘚儿了，咱们自己给自己做一个梦，如果你有500万修房子的话，你想在农村修一个怎么样的房子，在脑子里面想一下，做做梦挺好的，多看看这样的房子，我觉得都更有上进心了。勇闯天涯的日子，咱们彼此陪伴，拜拜。